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今天我们来对比一下明世隐的两款免费皮肤，分别是赛季皮肤一绝挂和钻石夺宝皮肤红云星冠，看看这两款皮肤哪款更适合实战。首先从造型来说，两款皮肤各有特点，不过伟哥还是比较喜欢红云星冠的造型，看起来帅气一些，一绝挂服饰的颜色搭配感觉有点花哨。游戏中两款皮肤站一起，很明显可以看出红云星冠的造型更帅气，一绝挂有点像丐帮人物。两款皮肤走路动作是一样的，就不做什么评论了。接着看看普攻特效对比，两款皮肤的普攻特效差不多，毕竟级别是一样的，只不过颜色上有所区别而已。一技能特效对比，赛季皮肤的一技能有铜钱的特效，红云星冠就是普通的效果，这一点伟哥觉得还是赛季皮肤的特效比较好一点。二技能特效其实差距不大，连颜色都没什么变化，就不做什么评论了。三技能特效对比，两款皮肤的差距也不是很大。最后总结一下，两款皮肤造型上还是红云星冠比较好一些，特效上赛季皮肤会好一点。至于哪款皮肤更适合用来实战，伟哥觉得还是红云星冠更好一些，比较颜值会高一点。好了，本期对比就到这里，更多英雄皮肤对比记得点击关注哟，我是伟哥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